有一个到了大桥，多知道一个农民车说活了他的母猪。你可能会说，虽然你是不是一个农民，为什么提起这事吗？这个道理是让有所有的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这里一条却一连就来开始留啊。Let's turn to Galatians 6:8. Find that on page 1646.心灵如体撒成的一种如体所最快心灵生命撒成的一种生命所能生上帝说如果我们赞同他自己，这一切是好的，那么我们将得到所有的罪的义务，永生。这意味着什么？多了解他，因为我们可以每天了解圣经，每天所有为圣灵的帮助来不上去。祷告每天多次，问耶和华给我们他的说过，要为自己诚实，看到我们自己的事物，提高自己每天所有的唯一的要求。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将有精神的布局。这事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和我一起读罗马书八章七节，罗马书十二节十三节，罗马书八十二。所以弟兄们，我们不是做肉体附着为奴，不必顺应肉体而活。你们如果顺应肉体而活，就必定死。你们如果靠着圣灵之死，身体的败死，就必顺活。这个是指着在乎本身，而不是上帝，只在乎我们的灵修。同学同时他其他任何有关的生活为自己而不是为上帝，他们将活着，他们都想死亡。我们彼此有所不同，我们主耶和华不是为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仍然活。最强大的原因是耶和华并在上天，这是因为我们想要的。